受黑暴及疫情的双重影响，香港失业率高企。统计数据显示，经济节性调整，在过去的四至六月份，香港的失业率达 6.2%， 创近15年的新高。8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第二轮保就业计划，将于8月31日开始接受市民申请，以期帮助到更多的香港市民渡过难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调查显示，今年的第二季度，多数行业的失业率均有所上升，但餐饮服务行业的失业率为最高。进入7月以后，香港爆发第三波疫情，特区政府又再次收紧餐饮业方面的限制措施，餐饮业受到的冲击进一步加大。香港新一期失业率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当天宣布启动的第二轮保就业计划的要求与第一期计划相同，申请资格、获批资助雇主需遵守的承诺以及工资补贴的计算方法等均不变。保就业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雇主可以不需要去裁员，那有一个保就业计划就可能帮到那些有机会可能被人裁员就可以补回他自己的份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目标。整个补习业，我们的申请的雇主是需要两个基本上的承诺的。第一个就是他接受这个补贴期间是不能够裁员，同埋政府给他的那个工资补贴全数是要用在员工那个工资身上的。对于有声音质疑保就业计划是否标准太简单，会否存在不公的现象，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资助的目的是将补贴以最快的速度发放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手中，制度综合考虑设计的较有弹性，希望可以灵活适用各行各业。大家知道香港呢，是不同的雇主在不同的情况呢，是多得数不胜数的，所以如果去设计一个项目是要去就住不同的情况呢都考虑的细节呢，那个制度就会相当复杂的了。那整个申请的过程呢，我相信去到2021年呢都未能够即是发放到有关的资助，那是帮不到企业的。整个保就业计划里头的最重要的那个地方，一呢就一定要简单，二呢亦都是要很快呢是能够发放那些的资助。今年四月，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在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第一期保就业计划，向雇主提供有时限的财政支援，达到保留更多工作岗位的目的。目前第一期计划已大致完成，涉及的补贴总额为439亿港元，受惠人群达190万人，平均补贴金额为23000港币，效果超出预期。